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随着台湾的经济富裕繁荣呢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好像弥漫着一股功利气氛，人文精神相对的缺乏。那么人人呢都在追求名利权位，可是我们拥有的越多，我们发现我们越不满足。那么在这方面，佛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？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法师，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拼命的在追求成功。那什么代表成功？就是名和利，因此呢，大家都在追逐名利。那么，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形式的贪呢？嗯，当然了，就是这个五欲之中啊，又分成两个类别啊，叫做五欲。上一次讲的呀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是跟我们的五官，就是跟我们的身体啊有关的啊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？跟身心有关的啊，叫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啊，财、食、财就是财产，色就是女色，名就是名位啊，食就是吃、睡觉，还有啊，一共啊，这叫五种，所以是贪名位、贪权势，这个都是属于贪心里边的呀，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是呢，人。在没有饭吃的时候，大概没有想到要名，也没有想到要权、要位、要势。当自己要衣和食问题解决以后啊，马上想到要名，要想到要权，想到有势，要想到有地位。所以这些问题呢，都是跟着啊这个贪的基本呢这个因素而来的。因此，人对于这个贪。名贪利贪权贪势贪位，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，就是众生之所以众生，凡夫之所以为凡夫的根本原因。那也不足为奇，可是呢，佛法就是啊，来指出这一切统统是虚的，就是虚名、福利、权，这是临时的，势，这个又像风一样的，就是风势啊。这个都是啊，一下子就过去的，而不能够永远的保留的，所以这些东西啊是很好，可以用它们来利益众生的话，那是非常好。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啊自我膨胀而追求那些东西，那是一定是自害害人的。得到了以后，不会啊用那些名利权势位而来啊做好事，这是如何的能够膨胀自己？如何的增加自己更多的、更大的这个权势、名位、利？因此呢，一直往上爬，一直往外扩展，到最后那是非常辛苦的事。如果反过来，所以全这些东西好不好？是很好。我常常比喻，我说这些东西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把刀一样的。这个刀啊，可以在屠夫的手上。就变成杀人、杀猪的、杀人的。刽子手是杀人，屠夫是杀动物，这是刀。可是，刀用在医生的手、外科医生的手上的话，就是救人了。所以是一个是智慧的刀，一个是烦恼的刀。烦恼的刀啊，就是贪。那么智慧的刀呢，不是贪，相反的，而是、啊、把自己付出。这样子的话，能够啊。转争取转这个向外边呢贪而变为施舍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人自己的品质就升华了，这个人的品格就会啊就会高升了，那么这个人就会对于人间呢是有帮助了。是，那么这种转化的分野在哪里啊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来去把自己的对外界的、对名利的、对权位的贪，变成对社会的奉献啊，这个不容易。这个要从他的观念呢、啊、转变，信念转变，才能够转变。有的人他就是为了名利而名利，就是为了膨胀自己而膨胀自己，没有想到为社会、为大众。虽然嘴巴上也可能会讲，说为国、为民，救世、救人。但是这是啊，用的一些口号，用的作为他的工具。
就欺世盗名。欺世盗名，并不是真正的内心起而有的这种观念，因此要改变他们的观念。他们的自己的观念改变以后呢，这个名利权势位实在是好东西，能够听到说这个身在功名啊，身在功门呢、啊，好行善，也就是说做官的人要行善是非常容易的，一句话能够啊利益千百万人，或者是利益几千人，这个是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，要不然的话就是专门变成贪官污吏，那就是害民害国，而且是自己害了自己。对，很多人追求名利是因为世俗上是这样子来定义成功的。那么如果我们比较有智慧，或者从佛法上来看的话，我们应该给成功什么样的新的定义？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子的成功？成功不在于外，成功在自己个人的内在。如果仅仅是靠这个名利地位而叫做成功是有问题的，成功应该是在自己本身，我们叫尽心尽力啊，尽力而为，尽心而为，任何一个人都能成功的。成功，你有你的成功，他有他的成功。在马路上捡破烂的、捡厕纸的，你不能说他没有成功啊。清道夫、扫街的清道夫，你不能说他没有成功啊。在学校的校园里边打扫的，也不能说没成功啊。在能够当到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当然是成功。但是呢，不能当到中央研究院院士的。他是在中央研究院只能够啊做清道夫的，这也算成功呢？成功的意思是在内在的自己本身呢，是不是一种付出的心，是不是啊是为社会的、为大众的心。我们现在功利主义弥漫，好像觉得人文精神啊相对的缺乏，那么人文教育呢有待提倡，那么不晓得法师对这方面什么样的看法？这个原因就是说因为穷实在是很可怕的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呢。所以个人要追求能够啊富裕啊，那么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也希望能够丰衣足食啊。所以是衣食丰足啊，才能够制造廉耻啊，这个也是正常的。所以是在一个社会啊，需要由经济来推动社会的命门的时候啊，我们对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骂他，不要需要批评指责他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到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之后，如果仅仅是在物质的经济上面呢去追求的话，那就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人性、跟我们所谓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背道而驰，那就是得不偿失。谢谢师父开始。